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滇师净老和尚啊，从大陆啊到台湾来啊，他第一步啊踏上的台湾的土地就是高雄。他的弘法呢，他是全球的啊，他是全球的，全球各地同修啊，大家来高雄啊，这个参加这个开幕啊。净空老法师用非常浅白的语言，能够让信众了解到佛教的深意，让台湾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。净空老法师，他身为世界宗教领袖，他也是人间佛教的行者，毕生为教，无我无私，是促进人类和平伟大的教育家。老法师所有的文物，包括墨宝，包括感受到他一生的弘法的经历，包括他这个一路以来他的这种颠簸的一些人生经历，都是具有非常大的人生智慧跟人生的哲理。大家都说他是一个人间佛教的行者，他不只是如此，他给世界带来了和平。大家呢，能够步入到展场，能够感受一下这次展览带给大家不同的生命的感受。啊。